叫他看看这个石头啊。这条五黑小狗很凶猛的，连老梁都不敢炸它。现在就看一下这个老师傅啊是如何把这条小狗驯服的。这个老师傅啊养狗已经养了几十年了，看看他用什么方法把这条小狗收服啊。现在要开始了，因为这条小狗比较凶啊，看看这个老师傅会不会比这条小狗咬一口。这个老伯伯说这条狗的舌头是很黑的啊，看一下。哎呀，都算啦咁啦，条狗啊。嗯，要你乜啊？算系咁噶啦，系气场耳仔就好托靓啦只狗。这个老伯伯说，他这条狗很漂亮，骨架是比较大，耳朵起来很漂亮了。所以我都冇咁落手，咩狗啊？你咁崩？想讲解点啊？冇咁崩嘅，唔快噶。都冇熟咁嘅喎，阿狗。因为这条小狗是从深山老林里面拿出来的啊，很少看见过陌生人，所以它的警觉性特别的高。但是这种小狗养熟以后就很认主人，很听话的。现在这个老师傅已经把这条小狗驯熟了啊。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